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硫化钙 Hipposulfurous 硫化钙，硫化钙是一个急救的疗剂的。它的重点呢就是对痛特别异常敏感，同埋非常之猛震，好嬲怒，同埋咧就有个倾向咧，硫化钙嘅就会出现咧，系好多啲黄嘅分泌脓液啊，或者咧脓嗰个疮啊，脓疮嘅形成。硫化钙嘅病人咧，对冻系少少冻好敏感，同埋少少风吹都好敏感嘅。有时你见到一个小朋友，佢有咳得好犀利，同埋咧，你当佢将张被揭开落，佢即系冚住只脚嘅被揭开咧，佢咧就会即刻咳咳咳咳咳得好犀利。你冚翻只脚咧，嗰、那个咳就会停止噶啦。如果你打翻开咧，佢亦都咳。咁呢啲都系硫化钙嘅症型嚟嘅，咳嘅症型。硫化钙嘅痛咧系特别敏感嘅，你可能出现耳仔痛，入边耳仔生疮或者耳道有疮，佢哋嘅感觉好痛好痛，掂都唔掂得，少少掂都痛，同埋咧俾风吹都好痛嘅。硫化钙啲脓疮咧，通常咧系会带血啦。带黄同埋流脓，譬如喺耳仔嗰方面，或者耳膜嗰度咧，有个疮仔，或者耳道咧有啲疮仔。咁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佢系好怕你掂佢嘅，因为佢好痛好痛。咁当然咧，佢亦都会好敏感嘅，佢痛嗰时候咧，唔论佢因为牙齿的牙齿痛的问题啊，或者耳仔痛的问题呢，它会痛到呢整个人呢就差不多暴躁都很犀利的。
咁呢个亦都个主要疗剂咧，系处理嗰个哮哮咳啊，一种哮喘性嘅咳，加上有黄嘅分泌啊，咁亦都系可以处理咧系扁桃腺嘅脓肿啊，个扁桃腺发炎啦，咁开始咧出现啲化脓嘅。硫化钙咧，亦都可以帮助处理一啲因为异物插咗落个身体化脓，出现化脓，譬如啲碎片啊，惨咗落嗰个指甲下边，咁当然啦，那个指甲食变咗好敏感，好痛，好敏锐嘅痛，同埋咧嗰啲脓咧就开始形成噶啦，咁。硫化钙咧喺呢个情况咧系一个好用得着嘅疗剂嚟嘅。咁硫化钙咧佢本身系好怕冻嘅，咁所以咧佢热咧系会帮助佢啊热敷会舒服啲，冻亲或者冻风咧系会差啲嘅。咁硫化钙仲有一个情况咧，当佢有脓疮嘅时候咧，任何地方有啲咩嘅脓疮咧？佢呢啲脓疮咧，系好怕啲人逗佢嘅，即系你掂一掂佢咧，佢都会痛得好犀利嘅。好啦，遇到硫化钙遇到伤风感冒嘅时候咧，佢个人咧会包住晒嘅，因为佢唔想任何风吹到佢，同埋咧佢间房间咧系要好温要暖嘅，系唔能够冻嘅。咁而佢哋喉咙痛嘅时候咧，佢就会感觉咧。好似有啲尖锐嘅嘢，可能有啲鱼骨插咗落去，刺咗喺度嘅嗰种咁嘅痛。我曾经试过处理一个病人，咁佢喺急症室就转过嚟我诊所。咁原来咧，佢急症室咧要佢插咗鱼骨嘅。咁喺急症室里边咧，因为佢呢啲唔系咩大不了嘅急症啦，所以佢就喺度等。咁等咗好耐咧，佢等得唔耐烦啦。咁就打电话嚟我诊所，问我哋处唔处理鱼骨惨到喉咙嘅问题。咁我哋话我哋处理嘅，咁于是乎咧，佢就好快赶过嚟啦。咁嚟咗之后咧，我问咗佢嘅症状之后咧，咁我就配咗呢个疗剂俾佢啫，就呢、這个嗰、那个硫化钙。咁我就打发佢走啦。咁佢好怪，佢觉得好奇怪，佢以为咧我就会好似外科。急症手术嘅医生咧，帮佢即系喺喉咙嗰度咧，去掹咗嗰个鱼骨出嚟嘅。咁我冇做到嘅，我只系用个疗剂啫。咁我话你翻去睇，你睇下点样嘅情况啦。咁佢翻去咗冇几耐咧，那个鱼骨咧就跌咗出嚟啦。咁所以喺同类疗法里边咧，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需要开刀嘅吓、我哋处理好多啲问题咧。是一般咧，我哋以为系要需要开刀处理嘅，但其实咧未必一定嘅。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遇到一啲细蚊仔吓 B B 仔出牙啦，或者咧牙肉咧系出现牙疮啦，咁嗰个 B B 仔咧好敏感啦，同埋酸酸缩缩嗰种感觉啦，喉咙痛到咧就唔肯咽吞啦，因为一咽吞就会痛得好犀利啦。咁同埋咧个开始那个喉咙沙。咁或者咧出现咧嗰种哮，即系嗰个哮嗰种咁样，即系嗰种好深层嘅好大声嗰种咳。咁我哋咧，如果系尤其是夜晚朝头早出现咧，系差啲咧，我哋就会用呢、這、一个嗰、那个啊嗰、那个啊硫化钙。咁当然有其他嘅疗剂。处理呢类嘅相似嘅问题啦，譬如乌头如果你可以试下用乌头嘅，咁如果佢发现咧咳咧系夜晚黑咳到咧好似好窒息透唔到气咧，咁我就会用嗰个 spongia 啦 ，spongia 嗰个另外一个同类疗法嘅疗剂，咁 spongia 呢个疗剂咧其实系海绵嘅，由个海绵里边制造出嚟嘅，咁呢三只疗剂 ，echinus 乌头 ，hipposol。硫化钙同埋嗰个海绵 spongia 咧，都系可以用喺一啲好严重、好大声嘅咳嘅。咁有阵时有呢啲情况啦，你知道有阵时咳咧系比较难辨证嘅。咁遇到呢啲咁样嘅哮嘅咳咧，咁我哋医生咧就会用呢三只疗剂轮流俾佢用嘅，即系先用一剂 echinus， 跟住咧乌头，跟住咧就系 hipposol， 跟住咧。第三就轮流就用埋嗰个 spongia， 即系
Echini Hepatocellus Spongia， 咁呢种轮流嚟用嘅。咁通常咧，我都尽量咧系拣一只咧系比较啱啲嘅啦。吓、啊，咁但系有时候咧，未即系有时候你资料揾唔到嘅，或者病人咧亦都冇办法好清楚讲俾你听佢个症状咧，咁我只能够咁用噶啦。好啦，喺我哋个字典，嗰同个疗法症状字典里边咧，个 Hepatocellus 咧亦都记录咧佢一个症状咧就系、是、有一种冲动杀人嘅，或者冲动咧将个人抌落火坑，或者抌落个抌出窗口嘅。咁呢个症状咧，好似一个野兽受咗伤之后咧，即系发咗疯癫吓，因为痛得太犀利咧，佢会作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冲动嘅。咁有阵时候咧，亦都冲动咧要杀咗自己嘅细蚊仔啊，或者冲动要放火啊咁。呢都系一个喺嗰、那个同我疗法里边咧，我哋有呢种咁样嘅。嘅经验同埋呢啲咁嘅症状嘅，咁如果你系发现有啲病人吓，佢、出现呢啲咁样嘅疯癫嘅念头嘅时候咧，佢尤其是因为佢痛而驱使佢变成咁咧，咁你都可以谂一个疗剂嘅。咁仲有咧，硫化钙咧，呢个疗剂啲人咧系中意食啲酸嘅嘢嘅，酸嘅食物。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